因為好想參觀一下呢啲嚟自北京故宮嘅珍貴文物同埋藝術品，個建築風格好獨特啦，好宏偉啦，同埋幾靚啦，其實。本來我哋都好想話去北京故宮睇下㗎，咁啊所以咧依家咧有啲文物可以嚟到呢度展覽咧，咁我哋都好高興咯，咁所以都好希望能夠早啲嚟睇下咧。啱啱佢又買咗啲飛。 所以我哋今日就嚟啦，而且咧就都好希望我哋屋企啲人啊，同埋啲小朋友啊，都多啲了解下中國歷史啦。因為歷史是很神奇的，我覺得，首先我們中國的歷史是很重要的。然後非常的期待，因為其實漢服啊和故宮這個兩個其實可以結合在一起嘛。然後我們也希望說可以看一下。 今天的这个情况怎么样？带小伙伴们一起来参观，一起穿着汉服过来遇见香港故宫。 故宫文化博物馆咧，系可以展现到咧香港喺一国两制之下，点样利用香港自己独特嘅文化优势，去将我哋中国嘅故事咧系更加讲好。 係令到我哋能夠更加發揮到，我哋將來可以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一個重要嘅里程碑。